敲钟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打开了家门。一下是推动我们海外的联谊会啊，我们客家来的啊，对，黑巴布鲁的木匠，南京人出生的时候没二件事，我没故事。放心吧，祖国，放心吧，亲人，为了胜利，我要勇敢前。节目里非常的荣幸能够认识这么多优秀的阿哥阿姐，真给大家有缘分长到你了一道。虽然俺俩是头一次见面，但是能与你相处的真的特别的愉快。哦，张哥，张哥，真的有幸，赶紧喝一杯，喝一杯，那喝一杯，好，万事如意。太好了，海外联谊客三会能够越来越好，对吧？接下来俺还是要好好心心的做内容了。最后再祝每位正在看视频的朋友，祝你的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哈。